二丫小妙招，实用又有趣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拆米袋或者是面袋，对很多朋友来说有非常大的困扰，因为一不小心就剪错了，会有很多的小线头掉到袋子里面，再想拿出来的时候可就太麻烦了。所以二丫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面袋上藏着的小机关，只需要3秒，封口线就可以轻松去掉。首先，大家如果仔细观察过这种袋子封口的话，就会发现它的一面是单线，一面是双线。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单线的一面放到自己的左手边，双线的一面放在右手边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解开眼前的这个线头，然后轻轻一拉，线就全部出来了，没有一点残留，非常的简单吧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快为二丫的智慧点赞吧。另外，大家买回来的一袋面不可能一次性就完全用完，肯定还需要把袋扣系住以便保存，所以二丫就再教大家用一个简单的绳子系住袋扣，而且一拉就开的小妙招。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用双层绳子绕过袋口，上面的绳子穿过环，然后拉紧下面的绳子，然后再反过来一穿一紧就可以了，非常牢固，而且在用的时候一拉就开了，非常方便而且实用，赶紧推荐给身边需要的朋友吧。怎么样，今天的小妙招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？快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吧。